同修在菩萨面前问菩萨他的莲花怎么样了，掉没掉下来，然后晚上做了个梦，梦到他自己从天上掉下来了，然后一条感觉像是云的变成了龙，伸手把他拽住了，然后他就躺在那个龙的双手里面，然后龙还冲他笑，就是说明他的莲花掉下来还是没掉下来。龙冲他笑啊？对，就龙把他掉下来以后，龙把他接住了，然后龙冲他笑。啊，那还不知道，差点掉下来。哦，好的好的。龙在丛中笑，龙在丛中笑。哦哦，好了。好的好的。